今天我们学习副词恨不得，和我一起看看怎么用吧。李可，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看起来这么开心。我表弟刚刚告诉我，他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我太高兴了，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家跟他一起庆祝。哇，你表弟好厉害。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，他一定学习非常好才能考上吧？那当然，他是学霸。我每次看到他，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功课，他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可以学习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爱学习的人？为什么我就不爱学习呢？从小我姑妈就对表弟非常严格，所以她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我妈对我也很严格，但是我还是一点也不想学习，我妈气得恨不得把我赶出去。肯定是因为你小时候太调皮了。哎呀，我忘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表妹了。你表妹不是在国外吗？是啊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打电话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不过他应该在睡觉，我只能先给他发信息了。恨不得表示很希望或者急切的盼望做成某件事，多用于暂时做不了或者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比如，我太高兴了，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家跟他一起庆祝。他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可以学习。我妈气得恨不得把我赶出去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请跟我读。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家跟他一起庆祝。他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可以学习。我妈气得恨不得把我赶出去。阳光，我告诉了表妹表弟考上北京大学的好消息，她说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飞回来。看来你表妹也非常激动啊。再见了。